Parking 的地方，他是在注意看那个 Parking 场。Hello， 来，我开始做直播了。俊凯，帮我 check 声音。前面这种，来，我跟你讲这种啊，OK， 这种，对，这种，这种 ，OK， 小心打进了哈，这里，不是这里，下一个，你要停着给我下车先。我这里下车，然后你不是这里玩哈，你要自走哈 ，OK， 你要自走哈 ，OK。金凯，你跟他跟我，我跟你，你自己啊，前面你看到吗？就是转弯那里打一个箭头，左手那个人扫地那里，把金凯来的 ，OK。啊，好，来，我们开始来到开运的现场了 ，OK， 大家。早上好，立春的早上，太阳太美了。OK， 画面声音全部清楚吧？声音可以漂亮哈。OK， 好的，等等哈，爬一下。好的，来，我们看一下哈，今天是立春，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开运。立春是开运最棒、最棒、最棒的时间，你们千万不要错过立春开运这个重要的时刻。OK， 他走过了呢。真甜哈 ，OK。Hello， 我们打招呼先。今天立春开运，我来到的是我们尤后苏丹的皇宫前面 ，OK。不过你们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等一下呢，我就会过去 Austin Heights 那一边开运，因为我每一年哈，我都会来这一边开运，都没有办法，所以我必须要过来。OK， 来。怎么走掉？怎么走掉？帮我 get 后面。OK。随便架这种，架这种位置。OK， 好，线上的你们好，帮忙分享，然后也通知一下朋友，就是等等哈。啊，这里才是这么多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 ，Hello。等一下哈，我带个麦一下，这样带的。可以吗？收到吗 ？OK， 好，可以。OK， 可以。OK， 好，可以。来。哎，你赶快跑过去给他，他锁不了车的。那个，不能失火。OK， 他不能失火。Hello， 我们开运了。然后现在是在苏丹皇宫，好，尤后苏丹皇宫 ，Istana Bukit Serin 这里。但是呢，你们不要过来，因为我们不能走巨人场。Hello， 大家早。OK。还是有人呢，虽然我说我们不要着急在这里，可是还是有人。OK， 因为我觉得啦，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所以我们也是蛮担心，就是人潮太多哈，然后一人被罚款多少钱，那就很够力了哈。所以呢，我们先在这里开运，开运了过后呢，我就会过去 Austin Heights Golf 场那一边，然后大家一起做一个大开运。我先这里开运一下下，然后我就过去了。OK， 我们做一点拍摄，因为我们每年都是一定要在这里拍摄的。OK， 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你们呢，在你们的地方，包括吉隆坡、新加坡，任何地方，在你们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家，或者选择在这个广场，或者是选择在比较旺的地方，比如说银行这些地方都是开运的好地点。当然，因为我必须要有一点黄气，因为我每年我都要增加这个黄气，所以我一定会来这个 Bukit Serin 这里 Istana 皇宫这边来开运。所以大家记得哈，你们一定要在线上开运哈，你们一定要在家里开运，或者去找地方开运，不要错过接收立春的第一道阳光的这一个第一道蒸汽的重要时刻。OK， 来，我们过去开运了。我们过去开运了哈，俊凯，交给你了。OK， 啊，什么慢点？老师，麦在哪里啊？麦在这里。开声音。那前面的 pocket 可以吗？放 pocket 啊。前面啊，你前面这样沟通，现在的沟通。可以。这样子好。开声音好吗？可以，快好的。OK， 好。所以呢，
在世界各地的你们好，记得今天一定要开运。今天是立春，我们要接收第一道蒸汽，这第一道蒸汽是非常非常好、非常棒的。然后这第一道蒸汽接收方式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用天地人的方法，就是我们身体上的三个主要穴位，你必须要打开来。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踏青，踏青就是开运的整个重点。然后我看到陆陆续续很多人过来了，我在想不懂怎么办啊。我们并没有召集人来这里啊，我们并没有召集人来皇宫这里。来皇宫这里呢，本身就是我自己要过来的。那正式来说呢，我们是召集人去 Austin Heights 的 golf 场那边。所以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呢，过去 Austin Heights 的 golf 场那边，等一下我这里开个运我就过去了，大概给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会到那一边。所以我们在 Austin Heights 的 golf 场见。 OK 好，哎，走吧。你的摄影师啊 ，Alan？ 啊，对对对对对对。嗯。OK OK， 走。走这边。嗯，走吧。哇，好厉害，他们自己会来。OK， 要哪？啊？啊，我每次都是这样。当然，开运呢，重点呢就是我们不是要穿鞋子，我们赤脚踏青。OK。啊，你们怎么会来这里的？这么厉害！你们来，太过分了，真的哈，猜到我会来，太了解我了。好，你那个是去年的 truck 哦，两年前的 truck， 是 OK。来，这样我们来到这里啊，有这些人一起也是好了，还好现场不是很多人哈。然后呢？我们开运了，等一下我们去看他们在立鸡蛋。今天的磁场很好，因为今天呢是春天的第一天，也就是今天是春天的第一天，就是立春的，立春是一个节气的转换，所以呢代表着春季的到来。所以第一道蒸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线上的你们如果是在外地在哪里的话，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接收第一道蒸汽好不好？很小声，不会小声，我讲话很大声了。你啊，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啊？要不要一起来？你要看手机 啊！来，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刚好我们就这些人哈。那边的一起，那边的一起，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嗯，要不要一起来啊？来，Alan， 你指示，你就按我们台按。那大家一起，是那啊 ？OK， 因为现在阳光已经正式升起来了。嗯，什么问题？要有距离吗？我们会有事情吗？会被罚款吗？还 OK 啦，可以啦。还 OK 哈 ？SOP 啊 ，SOP 啊 ？OK， 好。所以现在来 ，Alan。OK， 好，来我们一二三啦。嗯。对，预备，一二三，来收起来。脚微微打开，手起来，开运的方法，因为我们手上有劳宫穴哈，头顶有涌泉穴啊，头顶有百会穴，脚底有涌泉穴，所以我们一定要侧脚踏青，然后把手举起来，接收一下阳光，第一道阳光，立春的第一道阳光。然后呢，现在最重要就是你们要想许愿，观想你要的东西，今年你最想要的东西，不要想得太远。OK， 想今年的，啊，想今年你要的东西，所以。现在许愿是最灵的，所以想你们要的东西，然后现在观想。哎，手放下来。然后我们踏青。哎，再一二三，再来多一次。然后你要观想那个阳光从你的头顶，从你的手掌贯穿你的身体，然后一直到你的脚底去，这样子的开运才是正确的，然后不急不缓的。OK， 放下来。再来一次，一起来。在 Austin 的朋友不用担心啊，多一下子我就过去了哈。接下来，一二三，起来。OK， 放下来，起来。OK， 放下来。再准备多一次，一二三，起来，走。OK， 放下来，起来，
放下来，调匀好吗？哎，一二三，起来。OK， 放下来，起来。OK， 放下来。好，所以今天呢，除了我们要这个样子，我们还可以试着立蛋。我们过去那里看到我们已经立蛋成功了，鞋子鞋子，走，我们过去拍，走吧。你们可以再踏青哦，可以再踏一下，嗯。有头有点太假，嗯，全部借位的、啊，没有了没有了，吉利。好的，今天呢，啊，当然今天就是，今天是立蛋的好时刻来的，所以呢，今天鸡蛋为什么会站立起来，是因为磁场正在交替的状况之下，鸡蛋是比较容易站立起来的，不管是在地上呢，还是在高楼大厦都可以，因为整个磁场就在地球上嘛，所以它的磁场很好，所以这是测试今天磁场很棒的一个方法之一。OK， 所以你们可以试着尝试把在你家里立鸡蛋。如果你发现到家里立蛋是立不成功的话，那可能你家里的磁场风水会有一点问题。然后在皇宫这里呢，立蛋呢一定容易成功的，因为皇宫的磁场很好。所以呢，今年呢，虽然我没有呼吁大家来皇宫这里开运，但是呢，明年我们都在这里开运，好不好？好。哎，明年我们多多人都在开运，所以明年的事情了哈。所以现在不用担心。在 Austin 的朋友，我现在要过去 Austin 那一边了，所以我们一起去 Austin High 那一边那个 golf 场那里开运，大概半个小时这样子，我们就会到那一边。OK， 好，我们准备过去。OK， 没有下线呢，我们继续一路车上讲话。OK， 可以给我们拍一张吗？拍照啊，可以吗？小心蛋啊，嗯，然后谁的东西要拿好哦，不要留下东西在皇宫这里。OK， 好，哪里？谢谢，好的 ，OK。谢谢啊，头一次见到你，老师。哎 ，SOP 耶 ，SOP。老师，我今天要跟你拍照。过来，妹妹。来，快啊！要拍照的，快看一下。来，我们看。老师好。你们好厉害耶！真的拍到。哎，你好，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可以拍张照，哈，我们过去要是，拍照一下哈 ，OK， 找相机在哪？来，我们看到没有？来，我有 cameraman 去我面子书拿照片 ，Good， 嗯，新年行大运，是，事业顺顺，看运是很重要的，立春这一天不要错过，嗯，好，来，我们快快拍了照片，我们就过去 Austin 了，哎，我们要过去 Austin 了。OK，Thank you。OK， 师傅一张，我两个一张。好嘞 ，Thank you。OK， 来。来这边拿来 ，One two three， 来 One two three，OK， 好可以。OK。好 ，OK， 来来来这。来看这里啊，来。来我们一起跟。OK。要走了，不然我们那里要吃的。一张 ，OK， 好，一张，嗯。OK， 我们一起过去 ，Austin。多一下可以吗？啊 ，OK，OK。我们这里。来，哎，一起的啦，不用分了，一起的，一起。来，随便啦。阿星。来，看到没张啊？来，一、二、三。二三 ，OK。好，我们大家一起过新海。线上的粉丝，我们现在过去哦，新海，走，我们过去。来，镜头给我，我看。OK， 好，我们现在过去。要怎样 ？OK， 好，可以。好，我们快速的。其实我们没有召集人群哈，我们也没有叫他们来，是他们自己猜到的，超厉害的，怎么猜的？路上遇到的。我们过去 Austin 啊，我们啊招募大家呢，就是过去 Austin Heights Golf 场那一边啊，大家一起开运，因为大家一起开运其实很好，因为如果你一个人开运，你有时候感觉到怪怪的哈。OK。
我们现在过去了，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小心啊你！别跌倒！哎，小心，你自己小心。先关电线啊。嗯。但是你先要帮我关掉。怎么关？OK， 好，你继续说说、啊。OK， 车。好，我们现在过去哈。等等一下。开运是。我觉得已经变成了一个每年哈新年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传统。OK， 我们又下线了，我们继续讲到那边去哈。OK， 可以来。要讲什么了？我还在线上。帮我看口门，现在我完全看不到写什么。你电话呢？用我这里。嗯。OK。好，所以线上的粉丝哈，我们在 JB 的朋友，你们可以过去 Austin High Golf Resort 那一边，那边呢它没有限定人数，所以都可以过去。然后我们现在在皇宫这一边啊，驾车过去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了。然后我发现到皇宫这里还是陆陆续续蛮多人过来的哈，但你们要自己注意一下了，因为我们没有申请这个准证哈，所以其实是不可以这样子的。明年呢，明年我就会申请准证，让大家都能够过来皇宫这边一起开运。OK， 好的，我们现在要过去了。然后今天是立春，一定要说好话，想好的东西，今天你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实现的哦。大家立春快乐！我看不到你们的 comment 了，因为戴着眼镜，完全看不到。下雨怎么办呢？什么地方下雨啊？什么地方下雨？给我知道一下。还有呢？温馨什么东西啊？俊凯，你看 comment。下雨怎么办呢？下雨不能够开运，因为立春的终点呢是在于阳光，所以它的第一道阳光，早上的这一个阳光是很好的哦。如果你是在家自己接天地之气哈，它有几个步骤你一定要跟的。OK， 首先呢，你要打开家里的窗户和门，这两样东西你一定要打开的，因为只有屋内和屋外的气场两个交换，你的屋子的风水才会好，你的气场才会好。所以这一天里面，你早上今天如果早上你没有做到，现在你赶快哈，打开你家的门窗这些东西，不是来这里扫我们的吧？这是警察。然后第二呢，就是打开门窗了过后呢，然后接下来呢，你就是，当然，我就有鼓励大家，就是你能够沐浴更衣是很好的，然后穿上红色的新衣服，今天才是真正新的一年的开始。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闰寅虎年，老虎年正式开始了。所以正月初一那时候还不是哦，昨天还不是哦，昨天我们还是在牛的年份，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老虎年，所以今天才是正式的老虎年的开始。OK， 所以就代表是这是新的一年。那新年呢，我们要怎样？我们穿上红衣啊，一定要喜庆啊。所以呢，你可以沐浴更衣，包括洗头哈，洗头也很重要，要洗头，要冲凉，然后换上新的红色的新衣服。OK， 里里外外都新的，那是最好的。OK， 然后换上红色新衣服，过后呢，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福米的话，有拿到我们送给你的福米，或者是有哪里拿到这一个福米，把福米米这个动作呢，你要把米倒进你家的米缸里面，让它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代表着整年你的
这个很有口福，能够赚到很多钱的意思。然后再来，你还要确保你自己的钱包里面 ，OK， 身上一定要有钱的，所以钱包里面一定要满满的，满满的钱就对了。我的钱包里面装很多钱，所以你们也要这样子啊。等一下我们还要去银行启动我们的财库，所以几个动作你一定要做的。然后，钱包要有钱了过后呢，然后你有枕头、被单 ，OK， 因为现在阳光伸出来了。所以你把你家里的这个枕头这个被单拿出去晒一下，这个立春的第一道阳光去晒一下这个阳光，然后晚上的话你把这些枕头被单全部收起来带进你的房间里面，同样呢你就把这个阳气和吉气带进了你的睡房里面， OK。 然后现在呢是最好的阳光，我们在 JB 这里阳光是普照，是真的很棒很好的。我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那里的阳光是什么情况，你们的立春的这第一道阳光漂亮吗？是什么样子的啊？还是真的有人说下雨哈？在什么地方是下雨的？下雨的话呢，就不能够开运了。你要等到雨停，因为立春开运的最重点呢是在于阳光，所以要有那个太阳。所以没有那个太阳，我们是做不了开运的。明白哈？那开运正式来说呢，它为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我们可以把晚年的陈年旧气哈，就是通过我们脚下接收，我们头顶接收了新的阳气，手掌心接收新的阳气，贯穿我们的身体，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脚底的涌泉穴，只有把不好的排掉，然后重新接收一个新的这个磁场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够一直带着就是旧的磁场在身上，我们必须每年更换一个新的磁场。它就像地球哈，它转了一圈了过后它就重新开始，所以我们要重新开始。每个人无论如何他都会重新开始。当你重新开始，是重新开始好的运势还是不好的运势，这个就是重点。所以呢，我要重新开始接收最旺的运势，它的方法呢只有一个，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那就是立春的这一天。立春呢就是重新开始接收最旺的磁场的重要时刻。所以现在呢，如果你是来不及好出来还是准备的话，你随便，或者今天可能你有做工，那么你就可能可以选择跟你的老板讲一下，我现在出去外面踏青一下，接收这个阳气你可以讲一下，只是5分钟10分钟踏青接收一下阳气，然后再回来做工，这样子对你的运势也是很好。甚至呢，如果是学校老师有上课，现在有上课吗？君康学校今天学校还没有上课哈，我记得有一年哈，就是学校在上课的时候，校长就在立春的这一天带领了全部的学生哈，校长带领学生全部去草场那边踏青，接收阳气，这个也很好哦。这样子的话，小朋友也会变得就是运气也好嘛。那我上次直播里面就有讲，不管大人小孩，谁都要运气好，因为每一个阶段的运气都不一样。所以小朋友运气好，他才能够身体健康，才能够交到好的朋友，运气好也能够遇到好的老师遇到好的学校那老人家运气好呢就可以身体健康之类这样子的。所以每一个阶段的人都需要运气，而接收运气拿到这个运气的方法呢，就是立春这一天我们运用天地之间的宇宙磁场，就是立春的磁场来帮助自己开运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推广的刚才讲到哪里哈 ？OK， 踏青这个是整个立春开运的最重点，我们叫做启动天地接气法，它是一个方法来的，所以这个方法是最重要的。有些人在踏青的时候呢，就在那里跳来跳去然后很不认真的去踏青，他基本上他是接收不到那个天地磁场能量的。所以正式来说呢，我们要接收这一个能量呢，它的方法就是你必须要静下心来 ，OK， 然后呢，双手打开 ，OK， 头上不要戴帽子，头上一定要有阳光照射，一定要晒阳光。所以下雨天的话，你晒不到阳光，你开不到运的。如果下雨天的话，你就等雨停了，在傍晚之前再试试看开运。OK， 如果不可以的话呢，你就放第二天，第二天也还是在立春。立春呢是从今天早上凌晨4:50开始 ，OK， 4:50开始正式进入立春的气场。可是呢，
4.5学分，因为阳光还没有升起，所以我们开不了运。因为立春的重点在于太阳，在于阳光，所以你就必须要等到阳光。所以如果你那个地方是下雨的话，你基本上就没有阳光，你又开不到运，那你就等到它第一道阳光。第一道阳光如果是在傍晚太阳下山之前它就升起，那还是可以开运的。但是如果已经下雨下到傍晚，下到晚上去，你还是看不到阳光的话，那你就等第二天。第二天还是属于第一道阳光吗？还是属于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地区的第一道阳光还没有正式升起来，所以还是有开运的机会的，明白吗？ OK， 当然你们在线上现在有什么问题赶快就写上来，助理有在这里哈，他可以看到问题跟我讲。好，俊看看到问题跟我讲哈，然后我就帮他们解答他们遇到的问题。那么所以重点你们都知道的，就是我们要晒第一道阳光，接收第一道阳光的这个阳气哈。然后呢，接收方法它又不是站在那边你晒了就接收，不是这个样子，它一定要晒在头顶上，手掌一定要打开，我们的 手中心的劳宫穴位一定要接收得到阳光，然后脚底的涌泉穴，脚底一定要踩得到，接得到地气，因为它一定关联到我们天地人三个重要的开关点。而天地人三个重要开关点呢，就是在我们头顶，我们手掌还有我们的脚底。头顶呢对应着天，手掌对应着人，脚底对应着地，所以天地人三大开关开启了过后，你才可以接收这新的立春的这个最棒的磁场。OK， 这样子解释大家明白哈。所以立春开运是非常重要，我推广了很多年。OK， 这其实是近期因为 MCO 期间哈，所以我们不能够大家一起开运，我们又不能够去到皇宫啊，所以等到今年，我看可能明年我们就可以，我就可以申请在皇宫那边让大家一起开运。然后除了JB 的皇宫，那我也可能在吉隆坡申请。吉隆坡的伊斯坦纳布沙那边也让大家也去吉隆坡的皇宫那边开运。吉隆坡开运好吗？吉隆坡开运很好很棒，吉隆坡很旺的开运地点就是吉隆坡的皇宫，那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地点来的。那新加坡，新加坡是在什么地点啊？请看，新加坡在那个，我们的人在那边是叫什么名字啊？查一下查一下，新加坡我两年没有去Marina Barrage 上面，确定啊？你的拼音好像 Barrage。OK，Marina Barrage 啊。OK， 好，我们吉隆坡我们新加坡有我们的员工代表在那一边 Marina Barrage。OK， 那个地方哈，所以大家一起开运。那开运的东西，有时候你一个人哈，就缺乏那个气氛，然后也感觉上有一点怪怪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开运呢，我觉得大伙一起开运啊，那气氛很好，然后你也觉得啊更有信心，然后就很开心啊。因为开运一定要开心，如果你不开心啊，带着情绪不好这样去开运呢，基本上又开运不成功。所以开运成功并不是每个人都开运成功，就像接财神一样，并不是每个人接财神都一定接到，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情绪，酝酿出你的情绪出来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所以他接收天地人这三个开关，我们启动了，开了过后，你就可以接收能量。当你在接收第一道蒸汽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哦，晒太阳好。你如果你可以感觉到晒到烧烧的感觉是最好的哈。刚才我没有了，因为我们有点赶时间，我们要过去 Austin 那一边。OK， 如果你能够感觉到那个热哈，一股热量贯穿你的头顶，贯穿你的手掌心，一直到你的身体，一直到脚底去。OK， 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时刻，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刻，我们就应该要许愿。OK， 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跟磁场哈，天地之间那个磁场正在对接，所以我们要利用这样好的机会，我们去许愿。那许愿呢，你又要想一些东西。当然，许愿每个人都有愿望，当然有些人的愿望就比较general 一点，比如说他的愿望说哦，我要身体健康，这个是愿望吗？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愿望哦。真正的愿望呢，是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然后可能有一点困难达成的，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之下，会要达成这一件事情是有困难的，这个叫愿望。如果在你能力范围之下你能够做到的，那不是愿望。
OK， 所以我们要许愿，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许什么样的愿望才是最真，最才是叫愿望。所以你一定要许一个，就是你很想要，可是你又比较难达成，在你自己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那个我们叫愿望啊。所以许愿的东西呢，不要浪费愿望，所以你要好好的想一个你真正想要的，然后不要想得太远，不要想到 OK， 五年后、十年后的事情，不要去想那么远，每年都有机会让你许愿的。OK， 所以你想的呢，就是近期里面你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有人，或者是明年你类似这样子的近期，我觉得近期是最好的，在今年里面的愿望让它达成了过后，我们明年立春开运，你再许新的一个愿望。然后愿望这个东西呢，也不要贪心，不要说哎，我许愿我要三个愿望，好像我的愿望是我还要三个愿望，那就很搞笑，而不可以这样子的愿望哈，就直截了当告诉他你的愿望是什么。 OK， 好，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静看，然后呢，接天地之气过后呢，你们就是在那里踏踏草地啊，感受一下整个宇宙磁场哈。这个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觉得我们要很感恩天跟地，还有整个宇宙磁场。所以呢，每年呢，它能够走一圈这样子，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一圈哈，在这个环道上。所以呢，这个走这一圈呢，我们就要很感恩。哎，我们又一年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他明年再走一圈，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要带着感恩的心，对吗？OK， 然后接天地之气了过后呢，下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呢，就是我们要去银行了。 OK， 我们要去银行，根据你的生肖存钱及时表哈，我们要去另外一个磁场很强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大财库，就是银行。我们踏进去银行里面呢，你去 ATM 那一个 ATM 机那边去存钱。 OK， 一个意思进你的户口，因为在立春这一天呢，你启动一下你的财库，进一点钱进去，代表你整年里面你的财运很强，它会一直进钱给你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预兆的。所以这个呢，我也是鼓励大家做的。所以立春踏青了过后，你才去银行，你不要还没有踏青你就去银行，你先接收天地间宇宙能量的磁场，然后你再去银行启动你的财库。所以它的步骤你要跟着去做。 OK， 去银行启动财库呢，它有两个时间段，一个呢是启动正财运的时间段，一个是启动你的偏财运或者是恨财运啊，或者是我们的暗财运的时间段。所以两个时间段，你们可以根据我放在面子书里面的那个存钱及时表哈，根据每一个生肖存钱及时表，然后去你自己的银行启动你的财库，进一点钱，进一个意识就行了，不用进太多的。OK，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哎，我在银行转账那行不行呢？其实在银行转账是不行的，因为银行转账呢就代表着有一方必须出钱，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的是进钱，而不是从自己的户口再出钱进自己的户口，那不行。那从别人的户口再出钱进你的户口，那你就害到了对方啊，那就不行。所以最好最实际的方法呢，那就是去到银行就是去 ATM machine 进钱，那是在最正确的方法了。 OK， 好，然后过后呢，进钱了过后，你自己本身也踏进了这个大财库，就是我们所谓的银行过后，我们就要开开心心的，总而言之今天呢，开开心心的跟你心爱的人，跟你的家人一起吃一顿饭，然后就是多说好话，今天最重要就是一定要说好话，说感恩的话，说开心的话，说的东西呢，愿望的，说好的，当然说好话是积功德的一种哈。那除此之外呢，说好话也让你今天等于是容易心想事成的，因为说的好的东西就是让你的愿望成真哈，类似这个样子。OK， 我们现在已经到Austin Heights了，为什么在门口开运？就是说进不去，怎么进不去？他不是讲不限定人数吗？有，为什么这个样子？当初答应我给我不限定人数的进，现在 block 人。管理员的问题，等一下啊。我们现在到 golf 场了。我们带他们进去。必须带他们进去。嗯。不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喷水池，我们停在这边，停在前面先。
俊凯，你下去跟他们讲。然后有一条手啊 ，Alan， 走，右手，右手右边，啊，转一圈。哪里可以啊？带他们进去，不可以 block 人家在外面的。说我是停，你停白色这两个边旁边。俊凯，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路进去？啊，对，可能要。为什么我车不可以进？我想一下啊，我打给人家，他是叫我们带。带他们进来啊！这是小峰吗？对。OK， 我下去讲。OK， 我们现在到 Austin 了。OK， 来，我们现在到 Austin 了哈。等等一下哈，我们有出现一点小状况了。Gofton， 不懂为什么。Hello。他们不给我们进。不可以，一定要进的。啊、来，我去。我去讨谈一下。嗯。他们出来外面那种。Alan， 为什么不给进？没有，这里可以。啊？什么情况？老师，他可以直接带我们进去了。可以带啊，来，可以进，可以进。老师别动啊，老师别动。啊，可以进，可以进。来，我们那边有一群人一起去开运，可以进啊。Go， 那个可以进，放这里啊。我可以驾车进吗？如果驾车进可以吗？老师这里走路进去。走路进去。OK， 你错哦，可以去到那里。走 ，Hello Hello， 我们走路去三分钟，变进，来 Hello Hello， 不可以进的，不可以进的，他不给我们 Hello Hello Hello， 老师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什么情况？啊，老师可以可以，他可以进哈，这样我走路了，你驾车了，嗯，我要加上去，你跟他了，你跟他，没有老师跟。俊凯跟老师会比较好。啊，这样他懂哪里吗？到时候看我们人潮就懂将来了嘛。可是他上面没有东西办，没有地方办的，好像还是要下来的。哦 ，OK， 变紧了，停这里了，可以吗？停这里，一起走路了。一下子了，一下子。走啦，走路，走路。啊，老师走啊走。这样叫他走，走路，不要驾车。有啊，老师在这边呢。嗯，不要驾车，叫他俊凯叫他不要驾车，走路跟我们一起。OK， 来走。Hello， 哇，我们走路进去哈，晒晒太阳。Okay. 今天立春的太阳超级棒。OK。嗯，里面很多人吗？没有人，全部给他赶出来了。真的太过分，太过分了。超级棒，等一下。好了，我们现在走路进去哈。OK， 我们走路进去。感受一下整个 golf 场的磁场哈，所以开运的地点呢，你们也可以选择这种golf 场或者是一些广场的地点，也是很棒的啊。OK， 走路一个三分钟哈，大家一起走进去。老师有人问，下雨接不到第一道阳光怎么办？明天呢？第二天的阳光也可以啊，第二天也算是第一道阳光了、啊，对吗？耶、yeah, ，我们都在线上了。OK， 别跌倒了你们，嗯，为什么要走慢一点？啊，走路速度就这样。OK 啦。看起来走到很远的样子哈，有一种出国旅行的感觉，有没有？是啊，有一种出国旅行的感觉。哇，我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哎！你看，我们走这条路，感觉也挺不错，挺好的。因为走到那边去，我们已经喘到不会讲了，开始有点喘了。
车停在路边会安全吗？我们的很多人车停在路边了，没有关系了哈，我听到很多蹦蹦声，想着问什么事。来，我们慢慢走去开运的现场哈。明年呢，我们全部都在皇宫就对了。明年我去，明年我们在皇宫，明年我在皇宫那里申请准证，大家一起在那里开运，那里是最好最好的磁场的。OK， 我们差不多要到了，得，走来这一边。怎么要走这些？你会的吗？真的。这个。这边 out of 我的管辖范围了。是啊。为什么要走这种恐怖地方？你看他的 Austin Height 的人带我们走的路。不在他管辖范围，他等不在你的管辖范围啊。跟你老板讲一声。小心哦， okay. 有点滑、啊。小心哦。大家小心啊。小心。OK。好的。哎，你怎么这样子？啊？要到哦，前面那个就是我们拍摄的地方。有时候要流要汗，然后让你这个气势更舒服一下。你给我记住，你看着拍人在后面跟着走，几可怜。你带队不好，没老师。你让我带去爬黄帝陵啊！等等，我准备爬去啊！我帮你准备好爬去啊！真的很像我们那时候去中国爬那个走那个炎帝陵的那个感觉哈。走到要死那个时候，那个没有上山，那个没有上山还好。这样我们还需要去到那里开运吗？还是我们在这里就行啊？前面是老师，前面是大道。啊？前面比较美，老师前面比较美，都走了这么长啊。走哪一步哎？你看我们整排人走到这么远的路来，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从外面卡巴那里哈，那个拉巴那边有一个 shortcut 可以直接进来这里。全世界知道了。全世界知道了这一个 shortcut。其实他都没有给任何人进来，他完全 block 在外面。怎么这样子？我们这里哦，OK 了，我们在这里开运。那个，不要走太远了，我们在这里就行了。啊，这里，本来你们是在上面的哈，你看那老人家走这么远的路，就是了。不想讲。好。OK。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工厂，所以一个广阔的地方哈，来这里开运。OK， 阳光也升上来，也美美的。OK， 漂亮哈。OK， 开运的地点哈，来导演。指示一下。好了，来，大家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啊，等人气了够，我们才一起啦。来报数。大家可以先把鞋子脱好，然后放在旁边。放旁边。不要接近草里面就好了。小心一点，那些脏鞋子可以放旁边。
现在我们正式闭气了。用那么密让我们 SOP 一个 SOP SOP 保持距离。啊，我们大家全部有一个距离，远远的啊，距离散开一点都不要紧。啊，可以去到很远，可以去到很远，后面远远。等一下我们将回呀、啊。等一下我们将走回去。我准备把机给你了。找两把机给我呢。司机要叫他。对对，跟他讲上去就好了。如果你们那里下雨的话没关系，你第二天第三天都可以，因为来来来、啊、我们修脱鞋子去啊，其实你应该开那个边给他们进的吗？因为也是一样走过来，大陆也是要这么走下来啊。可是他Parking 那边比较什么嘛，他这条路大家不懂怎么走嘛。嗯。OK， 好，可以了。那个。你看还有。在那个什么？喷水池那里哦，喷水池那里嘛。这届我们在喷水池那边开运也是不错的，大家边走进来。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来再投一次哦。哦、不要了，哦，你看一下，没有声音了，有啊，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声音吗？听得到吗？有声音吗？就看，其实你要插到一个耳机，你要插耳机你自己听。看一下。OK， 要开始了吗？好。可以啊，有声音吗？听到吗？清楚吗 ？OK， 好，可以来，指示我们，来，我们新的哈，天地宇宙主宰，新年快乐，你，耶，然后的开始了 ，OK， 我们跟着包一帆老师一起开运啊，嗯 ，OK， 好，来，我们准备 ，OK， 双脚齐平肩 ，OK， 好 ，OK， 好，微张啊，那个脚。导演很厉害的，开趴。OK， 好，来，所以我们准备。OK， 好，来，再举起手的时候稍微深呼吸啊，二三起来，呼吸，吸气。想你的，想好的东西。OK，
手放下来，哎，手掌往下，手掌往下。你的飞机飞了吗？还没有。快点飞！一二三，起来！喂，电话响。不要紧，不要紧，电话响，不管它先。感受那个太阳，OK。感受第一道蒸汽贯穿我们的头顶，还有到我们的手掌心，贯穿我们的身体，一直到我们脚底上。所以你要感受得到那个阳气这样子穿过身体的，这就接受了能量啊，这才对的。所以要大家感受一下哈。OK， 然后同时呢，想着你的愿望，想着你今年最想要达成的事情。OK。哎，手放下。手可以放下来 ，OK， 好。你拍着老师，我拍起来。来，准备，一、二、三，再起来。在想我们的愿望，近期的就要达成的愿望。是 啊，然后听到炮竹声多好，然后我们感受得到阳光哈，今天立春的第一道蒸汽，我们在接收这第一道阳光，所以我们一定会很好的。感到有点温温的感觉啊，对，就是要这样子的感觉哈，热热温温的感觉。然后呢，阳光透过我们的身体，然后一直到脚底 ，OK， 天地人三个开关我们都启动了。OK， 手放下来。OK， 一二三，起来。Okay, 放下来，我飞机先。起来。OK， 放下来。所以在线上的你们，如果你们是在外地或在自己家里，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个动作。大家一起同时哈，一起在接收第一道阳光。现在这时间段是最漂亮的，你可以感受得到那个阳光的温温哈。来，再来，一二三，起来，一二三，起来。OK， 我还有微风。还有微风哈。OK， 放下来。起来 ，OK， 放下来。大家维持这个动作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哈，你就可以感受得到那个运势哈开了。OK， 来再多一次，一二三，起来。然后明年我们去皇宫。OK， 放下来。OK， 好，够了哈。OK， 这大家在这踏青一下啊。什么？再多一次啊！我们多一个 OK。你站到我这里，我都想。OK， 好，来，我们再多一次啊！准备，知道吗？来，大家准备，行吗？哎，一二三，起来！我们不安全。哎，放下来！好吗？起来！放下来 ！OK，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这样好，可以。过来这边。你就有吗？来，这样子是可以。你要靠近点吗？这里面。好多人。看清，看这边，我在等。给你看，他给老潘老师的。好，你儿子那边，你儿子那边，对，你儿子看我，看没？来，潘老师看我这里啊！来，你。
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就不要动啊。OK， 多一个，手收起来先，手收起来先。好，准备。一二三。可以，谢谢老师，谢谢。好，我第一点了。OK 哈。哎，到我来。OK。哟，哥哥，哟，老师，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可以。可以可以来，新加坡 B1 那边叫我们来的。啊，是。好嘞。来，点来。拍一张。今天看，老师这里，老师这里，哪里？老师这里，这里，啊，老师 ，OK， 这里，老师，老师看这边，包嘛，你说给了他们，老师这里，谢谢。OK。来拍一下，他们先拍一下。哪里？看哪里？看这边。不是刚才你叫我捧场，我觉得有的身体的那来的啊，对，是最好的。嗯，所以如果没有感觉的人，你们一定要做到有感觉为止。新年快乐！嗯。来，老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们已经不管 SOP 了哈。新年快乐啊！来来来，开始准备，看看地方。这里啊。OK 哈。阿妹，阿妹，阿妹，嗨。啊。来到没 ？Good。哪里看有哦 ？Good。好嘞，好嘞。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OK。老师，新年快乐！新年。来，老师，新年快乐！老师，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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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新年快乐！来，哦，妹妹，新年快乐 ！OK， 来。好 ，OK。给你这边来，给你这边坐。啊，我们这边拍他们个子来，把自己儿子那个品牌给拿过来。好，好了，谢谢谢谢。OK OK， 二妹妹，快乐，哎呦可爱，嗯，两姐妹，两姐新年快乐，嗯。老师来一张，再过去一点，来，老师再过去一点。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好。还好嘛。来，哪里？快了吗？快了吗？可以啊，可以。来，什么会？啊，古庙的。古庙的。来。来这边。The baby。看不到车啊，这个。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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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拍照，来，老师拍照，可以吗？他可以吗？嗯，哪里？相机。嗯。这里，安娜 ，OK， 好，小心。好，老师，嗯，向前一点，安娜，嗯，这里，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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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来，这，这是一起的哈，一家人哈，一下子，不是，
来，来 ，OK， 来 ，OK， 啊，这边四个，一家人的哈，手杖。等一下，我们这样子。OK， 我们来一家人的，嗯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那边 ，Hello。嗨呀。啊，姜，手指。Hello。嗯。他们。Hello。来吧。是。啊。大曼尼。哦，看那边。OK， 你在哪里？谢谢老师，谢谢，新年快乐啊！啊，这里是哪里的？新年快乐。可以跟你交流一下。那边开心吗？大家可以继续接收这这第一道蒸汽哈，这道蒸汽真的很好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嗯，是的，你会越来越聪明的，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这里呀！最后一张，这个就是我了。阿伟哥，给没给？阿伟哥，一张啊，还没有啊？啊，你们拍下来。OK， 拍下来，拍下来。啊，我们这边拍老下来，先走了。哎，新年快乐！老师 ，OK， 给我们拍先。啊，到我们了，可以吗？好，谢谢，谢谢老师。新年快乐！一家人，哎，一家人，来，一家人，你的一家人在哪？哦，来了，来了，来了，来接，快点开始，来，拍照。啊，来很多张的。嗯。OK， 好。OK， 好，谢谢老师。新年快乐！哎，我手。新年快乐，可以啊，可以。两家人呐。哎，对对对，他先，等等，哪一家人先？啊，来，我一个人来。你们姐妹好了，可以可以。哎，我的手机令牌。啊，对，谢谢。嗯。这里。哪里？可以。可以啊。可以啊。OK， 好，可以。大家继续接收能量。还有哈。我们姐妹团。姐妹团，姐妹团，姐妹团，来！啊，姐妹团，一二三，来 ！OK， 谢你啊，丁姐。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我们一起唱。来这边。来。坐飞机，飞机过。好，谢谢。好，嗯，老师，新年快乐。啊。OK， OK， OK， 好。老师，快快快！嗯，哎，相机，啊，这里。OK， 好吗？可以啊，自拍呀。哦，帮我拍。哦，谢谢你哦。谢谢你，谢谢老师。好，刚才拍到歪气，可以。啊，可以可以，来，摄交给摄影师。OK， 来。哎，老师，哎，对，我跟他，哎，阿斌，你跟他也先。来，一二三，来的，一二三 ，OK， 谢谢。OK， 新年快乐，谢谢老师。好，来。哎，谢谢。好。老师，来来来。嗯，哇，你的衣服很美。Thank you. 谢谢老师，新年快乐，哎呦，好可爱！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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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OK， 新年快乐，来，你去那边，等我们自己拍一张，拍一张啊，拍一张，来，我摄影师有相机，对。
大家看这边，来来来，来一二三，再一张，来一二三 ，OK， 好。OK， 老师可以给我们一家人拍，可以，可以。来哎，谢谢啊，可以，来来，后面，不要，来这边呢，这样大个位，哦，口罩，口罩脱掉没？没有没有，哎，等一下啊，我给我拍一个 video 啊 ，OK， 哎，对镜头，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来准备。一二三，新年快乐！哎，再多一次，一二三，新年快乐 ！OK， 好，哎，拍两张 ，OK， 好，谢谢 ，OK， 新年快乐，大家！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可想更，新年快乐！你再给你拍，拍一下，啊，你的美，你看，谢谢。我们要讲。OK， 好，谢谢老师。来来，新年快乐，恭喜发财。OK， 准备，一二三。OK，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OK。我要跟老师。好，来来来来，来相机一起来，来来。好，来。一起啊，一起。来来来，嗯，来，相相机自拍还是什么？自拍还不完呢，还不完呢，还不完。放我摄影师拍，摄影师拍。来来，来这里这里来，来看这里啊，来一二三，来张，一二三 ，OK OK， 好了，再一样对镜头这里来 ，OK 好了，我们再多一次啊，来，等一下等一下。OK， 要对镜头讲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 ！OK， 好，来准备，一二三，新年快乐！对，好 ，OK， 谢谢，谢谢，来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来，哪里？可以了，一二三，来一张，一二三。嗯，好，嗯，谢谢你。OK。拍到一只，刚才没有拍到脚的。所以你要全身的哈。啊，是。OK。OK。哎呀，来，再多一个 video， 讲新年快乐，发财啊！啊，他刚新年快乐。来，一起啊，全部好，来准备，要手举。OK， 好，来准备，一二三，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来，我帮你拍，刚才你帮我拍。OK， 来 ，OK， 来，一二三，一二三。OK， 好，好，可以，谢谢。我们到我们一张。来 ，They want first， 两张先上。啊啊，给他们两张。OK， 不得了，很快的了，拍一下。Hang up here。Stand. You must stand at the side so it doesn't look so fat. 二三，恭喜发财！来，我们再多一次啊，也是一样啊。好，新年快乐！耶！OK， 好，来啊，准备，一二三，新年快乐，恭喜发财！OK。到我的。叫我们吃早餐，一起。古文茶。OK， 好。啊，这附近啊。OK， 好。那你附近。古文茶。等一下，我们去古文茶吃早餐。不是听着有饭吗？过去吧。一二三，再来一二三。OK， 好了，接下来我要激动一点的，新年快乐，好吧？等一下，来，要拍 video， 拍 video 啊！啊 ，OK 啊，激动，年轻人，激动一点，准备，一二三，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OK， 好，可以了。啊，来，麻烦你，我要拍一下，两个人，来来来，好，来，来，一二三，再一张，一二三，谢谢，谢谢。OK， 好了，哎，还有哈，来，单人的。来，看看两个。拍一张。
OK， 好，你的相机哪里 ？OK， 好，新年快乐。OK， 好，对 ，OK。你这样子都没有当着，没有人了，可以靠了，可以拍了。OK， 好，可以了。老师多一张好吗 ？OK， 好，可以。So one, please. Thanks. 看过来这边很一，要放大一点，一二三。哇，现在的可以吗？可以可以。拍到来，啊，你先弄阿弟啊。哪里哪里？快点，你单人那边拍到。OK， 现在阳光很好嘞。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身体健康。来，你再喊多一次一下。啊，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财源广进，啊，很好了，很好发。好了。我要请演员的时候可以找他。哎，啊，恭喜发财，生意一劳永逸，风生水起，二劳三发风清。来，good。嗯，好，阿妹，谢谢老师。阿妹有我一个人。哎，不对耶，不是去古文餐，应该是去我的餐厅吗？哦，对哦。去我的餐厅吃早餐。可以可以，去我的餐厅吃。老师来 ，be good。哎，这样子。是啦。对，谢谢老师。OK， 我们要去吃早餐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哪里？一个便利店吗？一个便利店，什么名字？我也不懂。老板什么？半新年快乐。半残，半残，一半的半，常住的常，半残哈，是我的餐厅来的。OK， 一个便利店。一个便利店。你要去哪？那个哪里？一个 Spring 那里。OK， 好。老师，一颗哪里？一颗 Palladium， 一颗 Spring 那里。学那个 location 出来嘞。平啊，平啊。OK， 谢谢老师。等一下，我们学 location 放在我们面子书，我们过去来吃早餐。餐馆在哪里？餐馆是在一颗 Palladium， 一颗 Spring。一颗 Spring 啊。一颗 Spring。老师，你们要先去银行进钱，先要去银行。上徐村去银行进钱。要拍照。来，快点。谢谢，好，可以了，好美，谢谢，好了好了，走，我们要过去的。哎，车呢？我们现在准备去银行进钱，不要不要不要先 ，OK， 我看一下。哎，可以，嗯，哪里？这边。OK。现在是最棒的阳光哈，感觉很好。嗯。有阳光吗？有。来，我们过去啊。OK 哈。啊，有司机哈。哎呀。好。OK。OK 啊。所以小斌，你快点准备拍了，谢谢。老师一个人的，怎样？来，小斌，加油。等一下，老师，我帮你清场一下，给我后面边停的啦。这里我们尽量没有人就好。哎。老师，你再后一点啊，老师。今天是立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接收宇宙之间天立春的第一道真气。OK， 今天磁场超级旺的，在接收真气的当儿，你们要观想哈，想你们的愿望，想好的东西，想你最想要的东西，因为今天绝对会心想事成。然后感观想第一道阳光哈，贯穿你的头顶。从你的手掌的劳宫穴一直涌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到达脚底的涌泉穴。
真气是这样子贯穿全身进来的，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开运的重要重点哈。所以大家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接收能量吧，接收立春的第一道真气哈。今天立春是超棒的阳光，所以今天已经进入了老虎年，我们已经磁场在转换中了，所以你们在家可以尝试立蛋，因为鸡蛋也会被蛋立起来的。好，你们拍完了吗？还没有，等一个飞机。现在的阳光真的，哎，大家真的真像阳光，好棒了！你看大家都在接收阳光阳气了。啊，今天的阳光真的超好，立春的第一道阳光是最棒最棒的阳光，是一整年里面最旺的一个气场，所以大家一定要接收这一道真气。那你转运的一个蒸汽哈，可以身体的那个感觉，不要去骂人，不要去想不好的东西就对了。然后观想这个立春的阳光贯穿你的身体，洗净我们的繁华，洗净一些不好的东西，把陈年旧气全部给洗掉，然后我们接收新的气场，然后重新开始，很多东西呢就可以正式的开始了。新的重点时刻，然后等一下记得，大家一定要去银行哈，启动你的财库，启动你的财库哈。帮别人要的开运时刻 ，OK。真的很好哈，啊，真的好棒，哦，多久没有？很多人都没有去踏青的习惯。OK， 我们侧向这边。OK， 好。到了。OK， 好。老师，我们头发可以拨去另外。OK， 可以了吗？气场太好了，今天我开运了两个地点，一个在苏丹皇宫那里哈 ，Istana Bukit Serin， 然后一边 Golf 场哈，很阔，气场感觉也很棒。苏丹那里呢，是因为黄气，因为我每年都需要接收黄气，因为我都是在提倡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的
这一个加持哈，所以只有黄气黄宫的地方，它能够加强这一个加持的力量。所以每年我都会过去黄宫那边。当然今年大家就我申请不到，我没有申请那个准证，所以没有鼓励大家过去，那不能聚集人潮哈。但明年的话呢，我们就大家一起过去，我会申请，我们就大家会申请那个准证哈。OK， 我帮你们申请准证，然后明年我们在皇宫那里一起开运。大家一起接收黄气哈，让这个磁场，开运的力量去到最强。OK。老师，我拍你影子一下。OK。好，举起来。好。好了，大功告成，走。老师，给他拍一张可以吗？可以。啊，好美，好美。给老师吹很久。好，谢谢，谢谢老师。快乐。新年快乐。OK， 现在我们 Eco Spring 吃早餐，去银行。对的，我们才去 Eco Spring。先去银行先，去银行启动。车。一半的半，啊，收藏的藏。半。别的。俊凯一起在这，跟我在这里。我还没穿鞋。来，我拿出上面啊，上面等你啊。我转那边。OK， 好，来，来我们继续。上面。上面对。我们上去，然后我们现在去银行哈。所以呢。等一下，等一下。上车拍穿了，过来。上车穿。后面他啊，后面不要跌倒。你们，我们走回去我们车那边。啊 ，OK， 你们走回去车那边，然后我们才红凉面啊，红凉面麦当劳隔壁的红凉面。等我们啊，等我们。好，我们过去麦当劳隔壁的红凉面那边进钱。嗯。OK。好了，现在大家都就是记得哈，一定要去启动你的财库，去银行存钱。OK， 根据你的存钱即时表，我们也有分享在我们的官网那一边。所以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去我们的网站哈，或面子书那边去看你的生肖即时存钱即时表哈。那根据那个去启动你的财库就对了。那个也是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啊，所以不要全部做完了漏的那一个步骤。OK， 好，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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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工厂上面还是很多人哈。今天的阳光真的很棒哈，立春就是要这个样子，阳光。立春重点在于阳光，在于阳光的磁场能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接收得到。这个磁场接收得到磁场，你的运气会好，身体会健康，心想事成啊！所以今天无论如何呢，就算你没有来参与我们没有关系，你在自己家附近啊，记得去踏青，去感受一下整个立春的磁场的变化，然后接受这一个能量，能够让你有好运势。OK， 我在那边呢。我知道。啊，这边可以过去哈。
哎，在那里吃东西了，多开心！要带你去车上吗？啊，停在这里吧。对， okay, 嗯 ，OK， 好，等一下哈。OK， 好帮你。好的，来，我们要直接过去那边，还是要在这边呢？直接过去吧。我觉得应该是直接去。是了，这这边也没有作用啊。阿妈咪，你 start 把我把衣服去把水的给冲，所以说这个弄完掉，让 double start dismiss， 用 double 啊 start dismiss。OK， 哎。OK， 哎，嗯，小心哦。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过去银行了，这样我们就不直播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哈。OK。现在我们已经到我们车上这里了 ，OK， 好 ，OK， 啊，终于，啊，好，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现在直播结束了哈 ，OK， 金康，我们可以结束直播了吗？可以吗？老师还有人数吗？还有的，不过银行不用紧了 ，OK， 你们自己去银行吧 ，OK， 拜拜。